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频道，我是老头。今天继续我们的瘟疫传说无罪。我们上一集呢，被追杀之后逃到了教堂，接下来呢，就是来寻找我们这个老母亲啊，已经变成老母亲了啊，交代我们要找的那位医生啊，叫劳伦什么斯的，好不好？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吧。哎，啊，这边有一个梯子，是我可以爬出去逃走吗？也许我们可以从那边出去。我觉得要再按好了。Well， 我们先看一下周围有什么吧。太早逃出去也不好。蜡烛代表挂念的意思。啊，他说我可以点一支吗？我们想念我们的家人，悼念之意。好的，小弟弟交给你啊。献给爸爸和妈妈。那我真的觉得他弟弟其实也蛮可爱的。这不过就是。Hello, Hugo. 啊，小孩终究是个小孩子，天真。嗯，真的天真。A barricade. Why have they done that? 一个隔板。To stop someone from getting in.哎，这上面写一个礼物，念珠，用来祈祷。等下来看一下是干嘛的。这项链会有普通的材料制，这项链是由普通的材料制成的，是祈祷的指引。它遍布极其广阔，就十字架一个信仰的概念啊。对啊，宗教社会中不可逃避的作用。宗教向信徒承诺，他们的灵魂将会得到拯救。这就是那个嘛，教堂里面常会有的十字架嘛。我们再看一下这有什么。我们直接这里祷告吗？请原谅我。啊，向神祷告。哎呦，是不是有人开门的声音吗？你挤得我喘不过气呀！啊，挤得什么东西喘不过气？哎，我怎么突然觉得这个好像可以躲的样子？哈哈哈！啊，只要有空缝隙的地方，都觉得是可以躲的。哦，捡到了酒精。哎，对了，我记得上一集教学好像是说。这边就可以直接做升级了吧，对不对？只要你材料够的话，哦，不过目前是没有，啊，哦，目前是材料不够。好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离开这里了。该摸的都摸过了。底下这里我好像没看过，是不是？哦，这里没什么，我们可以逃走了。Trust me. Amicia, there's someone there. What?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Father, 神父，离开这里，这很危险。Wait, please, it's important. We should go and talk to him. 我们应该去跟他谈谈。神父，救我！我需要你的帮助。我们莫名其妙引来黑死病这个遭遇啊，毁坏所有物品，更大的床。嗯哼，这药可以拿吗？不可以。啊，这边有一个硫磺，捡了个硫磺。神父，救救我！哇，这边乱七八糟。药草。这个药草放久不会臭吗？而且有人浸在里面浸久了，应该都会那种苔藓。啊，那个苔藓呢，又不会这样子，多数人浸下去，其实还蛮脏的，我觉得。皮料没问题，
哦，我们终于下来了，非常好。前面也有东西，这个念烧石吧。Flowers, they're so pretty. 是花，美可爱的美丽花，康乃馨。But those ones are prettier. Hugo, we have to keep moving. Wait, wait, come here. What? It will protect you, and it's pretty too. All right. Now we can go. Thank you, Hugo. Good boy. Good boy. 我可以拿这个斧头当武器吗？从此之后，变成了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战神啊？可不可以？啊，这游戏后段就变这样子，我真应该会蛮傻眼的。心想说靠北，怎么变这样子？这游戏不是瘟疫吗？怎么变成杀神了？冲一脚啊！傻眼，我真的傻眼。捡东西咯，绳索。我觉得这些探索是一定要的，因为后续你要升级装备，你必须要靠这些东西。不然的话，讲实在的，你没有这些东西，别升了。真的，你漏捡了一些材料，后面就没办法升级。好，你没办法升级，你就没有办法轻松过关。我觉得是这样啦。嗨，神父。Father。You again? I told you to leave. Just a moment. Just a. You have no idea. Leave while you still can. Please, someone has to help us. Do it for him at least. 这样。头盖骨发出灵光，练武奇才你。The Robert de Rune. Ah. His children. Oh. Looking for Laurentius, the doctor. 我就是。You know him? Yes, yes, I know him. 哦，不是啊。And I know he used to look after your family. He spoke of you. I am. 托马斯。Your presence here is not a good sign. The Inquisition. They came and they.I can imagine. But what is happening here is far worse. You must leave immediately, or you will die. Father, the villagers wanted to kill us. Oh, they're mad. They're mad. Oh, Laurentius. Laurentius. No, I cannot leave the church, but an exit.有个出口，三圣第四。I shall try to put you on the path to Laurentius's farm, but after that, may God watch over you. 哦，他只能带我们到那边，那我们就要自己想办法了。All seems calm for the moment. Come. 哇，他好像受伤了这样。一定要站在亮处。Father, why are there crosses on the village doors? Is it really the plague? It started with bites. 一开始夜里有人被咬伤，然后一起蔓延。首先是家人，之后传给其他人，发烧。哦，那什么什么疮的。我们终于找到病源了。就从老鼠身上不是吗？那不就黑死病吗？老鼠传来的黑死病，我看上一集有观众留言说这个黑死病死了好多人哦，真的蛮夸张的嘞。他好像是几年内死了2500万人，是不是？因为当时科技不够发达嘛，他们对于这种病。就是完全没有一个根治，他们只能靠焚烧，或者是说或者是说驱赶，然后驱逐，或者是隔离来做一些就是预防。所以说他们那时候就是只能用这种方式，但是没办法抑制病情，导致死伤越来越严重。然后他们又过于信仰，过于依赖信仰，
然后觉得信仰就可以改变一切，其实不太可能，不是不太可能，是根本不可能的。我觉得，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吧。啊，如果我们现代的医生过去的话，这边他应该就是那边的救世主了，将会历史留名。啊，兄弟，哇，我弟又开始发病了。What is the matter, father? 这教要死了，我猜。嗯？完了！天！哇！一没有灯光，老鼠窜出哎！我的密集恐惧症人应该觉得恶心吧？完了，他死了！哇！神父！哇！这个游戏精彩，到从这边开始啊！跟随神父，神父已死，要立马变成骷髅头。老鼠有这么凶吗？这些老鼠是怎样被什么某个鼠王操作是不是？他们害怕光，这已经是变种老鼠了吧？我觉得根本就是变种老鼠啊！哇，超噁心。简直是噩梦！哇，我觉得好有趣哦！天哪，这是他另一个兄弟啊，另一个兄弟死在这里面啊，哎，长一模一样哎，为什么这个只有吃下半身而已啊？我把放这里就好了啊，保持着光就没事了啊。有了，快跑快跑！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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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我们就要被咬掉了。哦，好险！最好是有老鼠可以破墙啊。啊，他说这个木棒过一阵子会熄灭，所以我们速度要快一点。但太扯啦，怎么撞的、啊？把墙壁撞爆哎、欸！哦，木棒，最后按右键可以扔就对了，赶快跑，赶快跑！我靠，这个撞！快点，快点，快点！没事了，没事了，这火把到底可不可以拿啊？那不是火把 ！Oh my god！ 要撞破，要撞破吗？完了，我们过不去，这里。十块啊！哟，碎呀！快跑快跑快跑！捡东西捡东西！我们的硫磺居然满了 ，what the？ 这可以开吗？不能开，不能靠近，危险！哇，一大堆老鼠哦！欸，你们有没有人怕老鼠的、啊？会不会因为看到这个起鸡皮疙瘩，吓尿了这样子？啊，这个我也没办法了。这个游戏就是鼠疫，鼠瘟。啊，鼠疫、黑死病、瘟疫啊，一大堆老鼠，正常的啦。这边有没有东西可以捡？哎、欸，这个什么？哟，又捡到材料了。这是什么？皮料，多捡一点，多捡一点。哎，太早安。
time. Oh. I'll go first.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过去了吧？是不是？等等、欸。冲啊！Oh my god！ 等一下，等一下，荡过去，所以通过了，我们逃离这里。哎呦，工作台耶，我们可以升级了哦。哎，升什么？要升这个，每种材料最多可以装12份，升级。像我们硫磺，我们的硫磺就可以再多捡了。啊，刚刚硫磺捡不起来，有点可惜。算了，反正以后应该还是会有吧。现在回去捡会不会太那个了？哇！捡东西？哦哦哦！嘿嘿嘿嘿，贪吃啊！想说先捡一下，赶快跑的。这样子有没有算啊？嗯，怎么办？我们要怎么过呢？这个完全不能靠近啊！袋子，等一下，这边是有两坨，是不是？再来一个火腿。快点，快点，快点！给他慢慢吃，我们慢慢捡啊，没有啦，我们快快捡。哟，过了，大成功！冲啊！哇，还都是老鼠呢。酒精。嗯，这边怎么过？爬到桌子上面。不过他们啊，还好这边有蜡烛啊，还可以。别掉下去。这样还是不够啊。现在这有东西好像捡哦，哎，哦，重复按，让他去拿火把、啊，爹爹，就是现在，爹爹，弟弟，快点给我啊，弟弟 ！Oh my god！ 我雷了！啊，反正他拿着火把就安全了。一起走。靠着边缘前进 ，slowly， 这样子就没问题了。Very good. Now. There's a hole. Do you want the torch? Yes. There are too many rats on my side. Yeah. 谢谢。The hole behind you. That's the only way I can. 身后有一个洞。然后他一穿过去，他就死了，有没有？ Just stop if you see rats. I'll be with you very quickly. All right, but please hurry. 啊，所以说我现在单独行动吗？我现在是要单独中，是不是？算了，我先去捡东西好了。这边有硫磺，哎，又重新捡到硫磺了。还有这边有什么？为什么火焰碰到底之后，整个直接就这样
有没有？直接烧一下，就好像鞭炮般的消失了这样子。这些到底是巫术啊，还是真的老鼠啊？他们就是啪啪啪啪啪啪，然后就不见了这样子，把他们全部弄死，再来啊！好不好？直接爆炸，爆炸就不见了。算了，我直接跳过去了。你应该可以把火把丢对面啊！哇！What's going on? What? What? 这怎么办？我没有办法拿到那个东西。这个火也没有点燃。哦，这里啦！看见了，看见了。这个要快一点，不然等一下我的火熄灭掉我就死了。哦，还好，可以，差一点。这个就是这样解的，有没有？达人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啊？哎呀，这怎么办？用走的过去，然后一把它点燃。了解。上面。先放再说。Calm down, Nemesia. He's fine. Calm down. 没问题的。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什么。嗯，我觉得应该先把它放下来，再点燃会比较好一点。先把这放下来好了。然后我们赶快顺势的过去点个蓝，从那边点走过去，哎，没有点，差点死。有，查看，啊，他把他推下来了，非常好。我去捡一下。我有点好奇，这一扇门到底有什么？哎，我们过来看一下这扇门到底有什么东西好了。可以开吗？啊，就是让他下来，我们才能过的东西啊！啊，好奇心，杀死一只猫没有啦，其实也没有杀死。之后还发现原来是这样子啊！那老鼠死去，好，这样子的话我就知道了。我们靠这边点燃，走过去。很可惜，他是点火之后没办法跑步啊，有点可惜，就是。哦，这边有很多东西捡。哇哇哇，好爽好爽好爽！大捡特捡，要下来了。那我们可以上去吗？上面一定有东西啊，我猜的啦。有没有东西？哇，十字军的徽章。就是这个算是什么奇珍，只是一些收集道具收集品而已吧。你看我就知道上面有东西，你看还有工具多爽啊。我们有工具，我们就可以制作腰包，缩短射击达到最大的精准度。然后这个是弹药包哦，可以变成十格。
先升级一下腰包好了。头啊，这个要找工作台才可以。就最后还是要工作台才可以制作，好不？来吧，兄弟，我们要走了，老弟。等一下，接下来在这里。好，终于可以逃出去了。我不知道他这每一个章节到底是不是都很短这样子，不过就玩下去吧。哎，工作台马上就出来了。Thank you. We can get out of here now. 我们出来了。Far away. 你看，你看看，这么多个，吓死人了。来制作一下我们的腰包。Yeah， 投石速度变快，有变快吗？我是没什么感觉啊，反正都学了。Come on, I'll help you. 都学了，就学了吧。Oh, what's that on the ground? Should we go anyway? Yes. 进入地下室，挖掘巨人的秘密。我们要挖掘巨人之谜啊！哎呀，这墙上这个树根是怎么回事啊？对啊，墙上是什么？你看还有死人呢，还有粘液耶！哇，这边也太恶烂了吧！老鼠巢。哇，那个老鼠巢。这么的恶心，黏糊糊的吗？绝对不能碰到墙壁。哦，这边就可以直接逃离啦。这里没有东西可以拿吗？我说拿一拿才会走，还是没有了。站立深邃，逃亡。哇！这些老鼠太夸张啦！我冲出来了，哈哈哈哈！啊，终于 ，We did it！ 我们逃出来了，但是我们晚上也要赶快找个地方躲啊，不然会死啊！我想妈咪。I don't want that to be dead. You go.I want her to come back. 人死不能复生。别想太多了，小孩子。勇敢坚强面对吧。啊，好，记录第四章哎，学徒。No, it's too dangerous. 太危险。这样太危险。会太远。We'll be safe with Laurentius. Come on. 好啦，一个章节就这样子结束了。哦，那我们下一集呢，就是要抵达劳伦提斯的农场，就是准备要找到之前治疗我们老弟的医生了。那之后又会怎么发展呢？啊，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下一集再见面啊！如果喜欢影片呢，左下角个订阅，右下角个喜欢，欢迎下方留言。我是 Lauto， 我们下一集《瘟疫传说：无罪》再见面了，拜拜。